能给我们的未来韩国总统国民 MC 刘在石的，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刘在石第一次参加所谓的粉丝见面会来了台湾，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愿意来参加粉丝见面会，而且是在台湾？유진석씨가이제이번에대만에처음이제오셔서처음팬미팅을하시는거잖아요왜이렇게팬미팅을오래기다려서이제하셨고왜대만에서하시는지예그아뭐사실다른것보다그제가이제원래는주말마다저희가또하는녹화가있어서사실일정을우리멤버들하고같이맞추기가좀그힘들었던게이제가장큰이유고요근데이제뭐멤버들도그렇고늘상우리또지호뭐석진이형종국이뭐하하는뭐못왔지만하하뭐광수뭐개리도그렇고언젠가한번좀예이좀같이예일곱명이요즘와서다같이함께좀인사를드렸으면하는좀그런바람이예저를포함해서멤버들다똑같은마음일것같고요이대만에한번저진짜왔다가지난번에사실그벌칙만찍고아까도얘기드렸지만또길어지네 일단여기까지말좀예끊어서예예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周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露营，所以他行程上没有办法安排，所以才会拖了这么久。那其实大家的心愿都一样，虽然这一次哈哈跟 Gary 都没有来，但是他们的心愿就是我哪一天就是他们七个人都能够一起跟粉丝见面，然后问候粉丝这样。对，希望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7명이다오실때가 、네、 그때도대만이었으면좋겠다고아저희들도지금예감사합니다고맙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谢谢고맙습니다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本来我们